位统领胡将军，朕已准其告老还乡。至于今一位大统领一职，今日郡主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表哥，这些年我跟你写信，你对我总是爱答不理。我常年驻守在边关，军中的士兵繁重。罢了，表哥，这次你回来了。陛下，好久没见。奈何公务繁忙。原想助你，本今亦为统领。可思来想去，仍是觉得不妥，恐怕会招来忌惮。我还有很多卷宗要看，郡主还有何事？今日相逢，坐下来喝一杯，好生聊聊。不必了，公务繁重，我没工夫闲聊。你认真说话的样子那一面真可爱，以为积雪成船有孤独，好久啊，酒量真不错，影响你岁月的一杯接一杯，大丈夫多喝两碗啊。双不肯容凡如尘埃的虚度，肃王殿下到，参见肃王殿下。郡主，表哥，皇叔，皇叔，你那日不是同我说有事要和郡主说吗？那你先同郡主聊聊，我先出去走走。王爷，不如我们找个僻静地方，赏赏风景。父皇，儿臣是镇北将军，长期镇守边关。镇北将军的为人，儿臣非常清楚。宁可战死沙场，也绝不可能投敌。此事，应当另有隐情，还请父皇三思。殿下，这是有人放在肃王府外。不知送信之目的是为何？为了证明师父的清白，我得去一趟，调查清楚。明儿去红村，分头行动。这是有人放在肃王府外。你究竟是何许人？意欲何为？表哥，你怎么会在此？原来今日是红村的花灯节。表哥，你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很差。你若是心中烦闷，我带你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情如野火纷燃，正如千钧雷声斩。那你开心吗？那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，心深远之。问题不在于你，在于我。我不知道你难道就一点？我并不讨厌，我喜欢你，只要告诉你便足够了。你可以拒绝，但不能拒我于千里之外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这样做？你别委屈了自己。我偏偏就是要喜欢你。